괜찮으세요? 네. 이 정도 세기는? 네. 이렇게 들어가실 거고, 네. 혹시 너무 뜨거우면 저한테 네. 말씀 꼭 주세요. 네, 네. 네. 점점 뜨거워지네요. 뜨거워지죠. 네. 맞아요, 맞아요. 그래서 결국에는 얼마나 효과적으로 임계점 이상의 온도를 올리는 게 스마질의 효과를 좌우하겠네요. 想做热玛吉，这是我妻子经常给我说的一句话，所以今天我就和她来到了特秀 NB 明洞店。为我们做面诊的医生是李炫定代理院长，在咨询期间呢，您可以和医生讨论您的肤质和治疗的目标，医师呢也会评估您的皮肤的状况，以确定热玛吉到底适不适合您。 这家机构呢是有中文微信的，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提前预约咨询。在做治疗前呢，您需要清洁面部，确保皮肤表面没有化妆品呀、油脂啊或是污垢。在之后呢就是涂抹麻醉膏，大概30分钟左右就可以。热玛吉比较贵，所以说在做之前护士会让您检查探头的密封情况，以确保真伪。 医生或者专业人员会为您涂抹热玛吉专用电解液凝胶，以防止烧伤。探头安装在机器上的时候呢，屏幕上会显示您要做的数量，也就是发数，做了多少，还剩下多少，都是一目了然的。同时，打的热量的 level 也可以准确的去把握。在治疗过程中，您可能会感到温热或者是轻微的刺痛，但这通常是可以忍受的。 는 처음이신 거죠? 네. 最新的热玛吉设备还具有冷却的功能，以减轻不适感。如果您做600发的话，一般30到40分钟就可以。做的过程当中，您可以明显的听到电流的声音，呲啦啦。 热玛吉治疗后通常不需要康复时间，您可以立即回到日常的生活中，不会留下明显的痕迹。长期的效果呢，就是热玛吉治疗的效果它不会立即的显现，通常需要2周之后才可以慢慢的看出来一些的效果，比较明显的效果呢，像2到3个月左右。这是因为胶原蛋白的重建需要时间。 一年做一次，这是医生建议我妻子的，估计也适合于大多数人。600샷 전체 다 끝나셨어요. 진짜 꼼꼼하게 잘 다 써주시고. 빈틈 없이. 빈틈 없이. 빈틈이 없어. 아, 너무 수고 많으셨습니다. 빨개진 거 보이시죠? 수고하셨어요. 감사합니다. 수고하셨습니다. 네. 今天陪妻子做了600发的热玛吉，有没有什么感受呢？ 아파. 아파? 더워. 烫. 근데 쫀쫀해진 것 같아요. 피부가. 당일날도 2주 후부터 2주 이후 大概有特别的明显的效果，还有维持1年到1年半左右。嗯，就是院长跟我说，很期待。超声刀呢，我以前做过，不过没有什么效果，因为我脸上没有肉。嗯，这样的皮肤也很薄，所以呢，听说这个热玛吉更适合我。 很期待，但我今天第一次做过这个，感觉挺好的，也可以忍受到，比萨肯德特别贵，除了贵和疼痛感之外呢，院长也跟我说其他的都很好，效果也很好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副作用。 而且呢，明天开始我明天那个有集合，也得化妆，明天也没有什么这个影响到日常生活，可以洗脸，可以 makeup，化妆都可以的。
最后离开医院的时候给我们了正品的认证书，我们也可以去网上去查询真伪。好吧，这期热玛吉的视频就说到这里，希望对您有用，再见，拜拜。